妈的，大热天，我怎么感觉鸡皮疙瘩起来了？这么热的天气，好强的寒意，好强的寒意。欢迎1122，欢迎橘色，非常强的一股寒意袭来。哎，这里还有楼梯啊！这里还有楼梯啊！这是哪里啊？哟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在响？听到没嘞？什么东西在响？谢谢真金的土拨鼠。谁？什么声音？听到没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妈呀！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来，我就不过到那边去了，我懒得走。在这边来看一下他，行吧？什么情况？怎么手机要倒？木叶星空，什么声音啊？我操，什么声音啊？我操，这怎么有声音啊？谁？这个蜡烛怎么就给熄没了？我受不了！蜡烛怎么就熄没了？小我哈，现身，直接打电话。这样，你看到没？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我去撒尿去了。刚刚出来了，右手房间就在前面。很大吗？镜头靠右，头靠墙，不大，变小了。前面就一个人一样，前面就一个人一样，小的那个，有两个。那意思我这里，对，变小的状态。我靠，他怎么到那里去了？哇，一会儿变小，一会儿变大呀！他吸蜡烛的时候，一个女的，像一个女的。妈呀了！我靠！从哪里来的呀？我操！
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哎呦！刚消失的地方，这不对劲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另外一个哟？我是不是遇到另外一个了？去灭了！你给我上一个长诺曼曼，我就去把它灭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就不要叫我去灭啊！你是第一个在我直播间叫我去灭了的人。不要逮到一个就灭嘛，行吧？人家又没有伤害我。是不是？除非他伤害我，害我了，他要来搞我了，我去，可以去灭了他。他没搞我了，我灭了他干嘛呀？人家好不容易出来这几天啊，七月半了，好不容易出来捡点残汤剩饭，啊，捡一点那个漏掉的纸钱香火，你让我去给人家灭了，那不讨人嫌吗？对不对？对呀，他们也可怜啊。他说话了，听到没？我操！刚刚那个人，你叫我灭了他呢，别人现在骂你在。听到没？女生，哭了，不要伤害人家。在哭，这会儿听到了吧？不要去伤害别个啊！一听到说要去灭了他，你看人家马上就哭去了。我的，他肯定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？恭喜我宝哥，他听见了。我靠，我们在这里说话，他听不见吗？他肯定听得见，他只是无法表达而已，知道吧？感谢我宝哥，开张了。来，家人们，他应该也会说话吧？不晓得，说不说话就不知道了。你问他需不需要帮忙？有的也能沟通的，对，有的肯定是能沟通的呀。大姐，需不需要我帮你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没有？比如说要吃点香辣呀、纸钱呀，
有点生活用品啊，衣服裤儿啊，鞋子啊，这些都可以满足你。需要的话你就说，你说需要，不需要的话那就你别说了。你或者搞点声音也行，需要你就搞点声音，不需要你就需要你搞一下声音，不需要你搞两下声音，哎，这样我们还能听得懂一点，对不对？之前是香火那个大黑，不知道那个大黑感觉很大呀，就感觉很小，是不是那个？来，我给你上香火，你能不能出来让我们看一看？啊，如果是，我就不给他上去了；如果不是，我就去给他上。那行吧，好像不是同一个，到底是不是？抓紧时间，哎呀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啊。要不要出来让我们瞧一瞧？你是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上的那个上香火的那个票？那个鬼，那个幽魂。如果是的话，不上了；如果不上，我就给你啊，我们就给你上点。出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麻溜的，不出来我走去了。是些东西走了，是些东西撤了，走撤，还不出来，你不出来算了，哎，是吧，家人们？走吧，走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他不信任，走，东西收起，走。收东西撤，出来了，又进去了，走了走了，不管了，刚刚就在门口啊，我没看到。没看到啊，刚才出来了，那出来了就给他上一点吧，行吧。谁又拉拉？哎，假都吃么了？行了吧，我说到要做到吧，家人们。我给他上了一炷香火。说到做到吧，是不是？让他吃一炷香火，行了吧？